我不需要，这些就是浪费。你当然需要啦，虽然你是男孩子，但是也要注意保养皮肤哦。全部给我拿出去。 高阳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你的洗护用品啊不太多，所以帮你补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这些就是浪费。你当然需要了，虽然你是男孩子，但是也要注意保养皮肤哦。全部给我拿出去。 高阳。 又怎么了？我的洗面奶呢？什么洗面奶？哦，我已经替你扔掉了。高阳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你的洗护用品啊不太多，所以帮你补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这些就是浪费。 你当然需要了，虽然你是男孩子，但是也要注意保养皮肤哦。全部给我拿出去。高阳，又怎么了？我的洗面奶呢？什么洗面奶？哦，我已经替你扔掉了。 高阳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你的洗护用品啊不太多，所以帮你补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这些就是浪费。你当然需要了，虽然你是男孩子，但是也要注意保养皮肤哦。全部给我拿出去。高阳。 又怎么了？我的洗面奶呢？什么洗面奶？哦，我已经替你扔掉了。